中共官场糜烂，军队也是如此。有视频显示，疑似一名南部战区军官到北京上访，原因是妻子被其他官员奸污，告状无门。8月12日传出的一段视频显示，在北京市的中共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司门外，几名男性访民正在闲聊，其中一名中年访民身穿军服，站在隔离栏杆旁边。一名来自山东济南的访民询问穿军服的男子，这个事儿多长时间了？他回答说，已经一年多了，逐级反映，逐级不受理，检察院和法院也不管。在济南访民追问之下，穿军服男子回答自己来自南部战区，对话中还涉及一些粗鄙的两性语言。网民根据谈话猜测，这可能是一名现役军官，也为妻子被上级官员奸污，求告无门，被逼到北京上访。有网民嘲讽，就这种军队还要打台湾，称霸世界。到阵营一般情况下都中校了。你这种，他这个事儿多长时间了？一年多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个途径不对，真的不对，我跟你说。逐级反映，逐级不受理。你不是逐级反映，你去你们那检察院法院。没用。啊，你什么地方的？南边的，南部。哎，你南部，你说哪个地方？怕什么？我山东济南的。南部战区的，你打仗你拿出枪来搂他们呀？我操的你，是吧？他拿鸡巴打你老婆，你拿枪你妈的弄他，我操他娘的，这个气儿不能吃，我告诉你，一个男爷们儿，我告诉你，吃这种气儿，我告诉你就不像男人了，是不是？真的，我跟你说不能吃。真的，你走路不对，你走信访不对，你走信访这个路绝对不对。我也是信访的，你别认为我接访的啊，我是信访的。你看我这个装备就知道了，老哥装备很齐全。那坐着嘛，不走了，你们住下。我们那里当地现在已经赶过来了。济南那边是吧？嗯，济南那边。济南谁过来的？你认识谁？你给我说。王光亮刚才给我打的电话。谁呀、啊？你认识济南谁呀、啊？我想问一问，有这么一个国家，贪官泛滥，到处都是贪官，这个国家突然爆发战争，那么我请问，在贪官泛滥的这个国家，如果需要全民皆兵，那么请问这个国家这个政府敢给老百姓发放武器吗？放心吧，战争是不会爆发的，既得利益者们不是打仗的料，在他们心里是最不愿意打仗的，因为战争一开打，他们的衣冠钱财、豪华别墅、古玩字画、美貌妻妾和享不尽荣华富贵的儿女们都可能在现代战争中发生改变。我就问啊，这玩意儿能买卖吗？人老板说正规渠道来的，160一张，2张320，还有一个救灾物品嘛，还有一个那个产品源码，没人跟我讲这个事儿啊。这个我到底能不能买？不能买我就赶紧给退了。现在这个招牌已经卸了。今天是2024年8月13日，观察最新情况。啊，这里还是已经封死了啊，前面有一些维权的，这些买了这个投资的贩茶产品的。没气炸了。
人挂横的，你看。哦吼，无烟四九，暖啦，火啦。你看我隔壁墙都震坏了。啊，150还不来。150还没。你随便，刚才一个人都震了。着火了，着火了，刚才一个人都震倒了。你看那个玻璃碎片，我这玻璃性格还没烂呢。耳朵都震聋了。这个是江西省赣州地区榆树县贡江镇啊，这个是在中医院对面那个厕所，中医院的对面那个厕所啊。嘿，你看这个厕所倒掉了，倒了10多天了，也没有人来搞，你们自己看一下，搞得我啊他妈坐在家里来饿死他们，差点饿在裤子上了，他妈的别他们的，不是他们，这个是长征东路啊，长征东路啊，公共厕所啊，没人来搞，搞了倒了有7、8天了，你看现在没有人来搞啊，好吧，就讲到这里啊。抢劫！8月13号，上午的11:16，独库公路下冰雹下雪了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
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。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